Hello， 大家好，我是 Grayson，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Shirley Temple。Shirley Temple 应该算一个小的号吧，因为最近那个 Shirley Temple 出了那个 Norma Parkson 的那个 collection。你都不知道我等这个等了多久，大概是我第一次看到就是在那个 Vegas 的视频，他就出了一个，哎不对，第一次看到是在微博上看到的，然后 Vegas 就出了一个小的 review， 就 Shirley Temple 给他送了一个 box 的那个 Norman Parkson 的那个，当时他就用完那个腮红就说那个腮红有多好多好，就想一定要买那个，然后当时其实我已经特别想买 Shirley Temple 的东西，我后来就想啊，那么我最近就不要买化妆品，就攒攒钱到时候一起买个大的。然后他应该就是6月31号还是7月，哎6月30号还是6月31号还是6月27号，我也忘了，就是6月末嘛，然后他就把这个系列就是出了，然后我就是当天晚上熬夜买的，一想到这个故事我就特别生气。当时呢他就说那个6月27号还是28号还是29号的，然后就是当天呢就说那天他就会出，我想一般限量的话都是当天的那个凌晨会出嘛，然后我就等啊等啊等，然后那阵儿还是我病了，我之前跟大家讲我就生病了嘛，然后我就一直等等到那个12点又没有，我就又等个小时又没有。当时我就在那个 Shirley Temple 那个 Instagram 底下看到有人就在问他什么时候有，然后我也在问什么时候有，然后突然间就是大概3点多的时候就有个女生给我发已经有了，已经有货了。当时我就超开心，就上那个网站去订。其实我等这个主要等的就是三样东西，一个是他那个 Miss 1979 Red 口红，一个是那个，就是 cream blush， 还有一个就是 cream 的那个 film star bronzer and glow。 当时我在想我就去看嘛，然后当时他那个bronzer glow 就是那个 cream 版的 film star 他还有那个就是单买，可是后来就发现他居然不单买，我点开之后就一直 add 不了那个 shopping bag，就等啊等啊等，等了好久都不能买。后来我就想，那算了，我就买 original 的 film star and globe。为这个事儿我还挺生气的，因为那个如果你要是不单卖的话，就是你可以就是全都不单卖。后来我看英国网站就单卖，不过当时我又看了加拿大的官网和澳大利亚的官网，又心里还挺开心的，因为加拿大官网和澳大利亚官网没有卖 Norman Parkson 的这个系列。然后后来呢？我就买了那个，因为他们家买250刀就会有一个这个盒子，然后还有那个两天就寄到，所以我当时就买了252刀，是不是很机智？因为我一直想买他家东西，就一直没买嘛，所以一定要等到这个时候就下手。然后给大家看我都买什么了吧，第一个就是这个，我看聚焦，大家看一下有多美。这个就是 Norman Parkson 的那个 Norman Parkson 是一个摄影师，他就经常为 Vogue 啊之类做那个摄影。这个就是他那个 Norman Parkson 系列里的一个cream 腮红，当时那个 Vegas 就用完之后就说你看我有没有年轻，什么到十几岁，什么在一个灯光下看就会更年轻，到什么8、9岁。他这个好像就叫什么Color of Youth，就是一个，反正我就觉得这个特别好看，特别好用。哦，外面有人放鞭炮，尤其是这个包装，我真的觉得这个包装，哎呀，快 focus！ 我真的觉得这个包装太好看，它整个就是整个 Norman Parkson Collection 里最好看的一个，啊，就是大爱。它这个 cream blush 和那个别的 cream blush 的感觉不一样，别的 cream blush 它就感觉就是单纯的 cream blush， 这个呢它会有点黏黏的感觉，就你当时把手放下去的时候呢，它会有一种黏黏的感觉，然后你就擦在那个脸上的时候呢，你可能会觉得会不会很黏啊，会不会让你妆糊掉，完全没有那个状况。反正就是它就是是一个类似于粉橙色的那种色，但是又没有那么的粉，然后也没有那么的橙，就是涂上之后就特别的自然，特别的好看。而且是就是我之前说我特别喜欢 Tom Ford Cream Blush 嘛，但是唯一不好的一点是它里面有 Shimmer， 这个就是完全的 Matte。 第二个呢就是 Norman Parkson 系列的这个 Miss 1979还是1979 1949啊，我看一下1979啊，1975 Red， 就是我现在用的这个色，啊，真的是太好看了，就是
我之前呢特别不喜欢红色的口红，但是就是这个口红我就是特别喜欢，因为它不是单纯的就是那种 classic 的大红色，它是那个红色里面有一点橙色调，它那个橙色调就和这个 blush 的橙色调是一个调，但是它就是这个 blush 的红色借金版啊，真的是喜欢的不得了。但是你知道吗，这个口红也有个小插曲，你看这个口红是我刚买的嘛，不过它就是前面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呢，是因为那个最近呢我所在的地区特别的热，温度大概达到37-38度的样子，然后当时这个口红邮来的时候是中午下午1点多左右，我当时就在家里躺着嘛，我就听到了一个粗暴的敲门声，咚咚咚，然后又听到一声砰，我当时就想完了，因为我们家的口红之前就是我跟你们可能说过，已经就是有该断的断，该坏的坏，该冒油的冒油，我都把它们就是放到冰箱里了。这个邮来之前我就在想，如果这个口红坏了我一定会很想死，果不其然我当时一邮开就断了，断了之后呢可能就是因为它甩的时候甩得太紧了，它就把那个前面的这个膏体呢就弄到了这个盖子的里面，然后朋友都说你去给 return 啊，换个新的，后来想哎没必要，毕竟换了新的它如果天气热该坏还是坏，而且我是一个等不了的人，我就特别想用它，然后我就用了，哎，不换了。然后我又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 Charlotte Tilbury 的这个眼影，Charlotte Tilbury 这个眼影它就是排版特别像 Tom Ford 的眼影，然后这个是 The Vintage Vamp， 就是古老的吸血鬼嘛，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Luxury Palette， 我就当时看的是网上的一个女生，她也是叫什么什么 Tilbury， 应该就是 Charlotte Tilbury 的一个亲戚，她也是 Makeup Artist， 当时她就用这个画了一个她的 Signature Smoky Eye， 我觉得真的是太好看了。后来我又上网上看那个 Charlotte Tilbury， 就是本身就是用这个眼影涂的那个就是做的一个妆容的一个妆效也是特别好看，所以当下我就想我一定要买这个，虽然大家觉得这个可能就是秋冬款，不过还特别喜欢。然后我目前用过了一次，这个第一个色呢它是 prime 色，它特别的不显色，不过就是如果可能你用 fix plus 用一些会好，不过我觉得它真的是有点不显色。第二个这个色呢我特别喜欢，第三个这个色呢我也特别喜欢，这个 glitter 色呢我还没用，但是它这个持妆效呢也特别的久，就是总体来说吧我挺喜欢的，毕竟我是一个脑残粉你知道吗，我就属于有的时候吧就是喜欢一个牌子就会盲目的喜欢。下一个呢就是 Charlotte Tilbury 的这个Film Star Bronzer and Glow， Bronze and Glow，然后还有这个这个 powder and 什么的一个 brush， 就是他们家当时就是和这个一起出的是一个套装，当时我就是为了凑105刀那个252刀嘛才买的这个刷子，这个刷子应该是50几刀吧，后来我买的时候刚用第一次就感觉哎一点也不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就特别的硬，我就想这么贵的刷子这么硬，还没有我那个Sigma 的这个刷子软呢，后来洗了一次，我的妈呀，软的跟什么一样。先说一下这个 Film Star and 这个 Bronzer and Glow 吧，这个它这个 Bronzer 的这个颜色呢，就是有点像 Kylie Aqua 的那个 Bronzer， 它不是那个就是那种我之前喜欢的那个暖调，我之前喜欢特别暖调，就类似于 Chanel 的那个香奶膏啊那种的，就是让这来看起来就像太阳晒过的那种，它这个不是，它这个有点。冷棕色，不过就是用它来打鼻影啊，还有打这两边的，就是那个大面积的修容特别好看。因为那个我们正常，假如人就是你这么看自己的时候，就你画 bronzer 的时候你就这么看自己嘛，这么看的时候光照的是这个区域，然后你就这个 cheekbone 到这来下来的这面这个区域呢是光照不到的区域，光就正面光照不到的区域呢，你就来画那个修容就好。我就是这么画修容的。我觉得这种冷调、冷棕调的画这种修容特别好，因为像我们正常就是，natural 的阴影，就是你本身自然的阴影，比如说就是，那个你太阳照过来之后，你正面这个光被挡住的那种，不是阴影吧，算是影子，大概就是这种颜色。所以这么画起来特别自然，就当别人正脸跟你走过来说，哎，这个人脸好小，但一看侧脸，哇哦。Fantastic baby， 然后这个高光呢，就是我现在鼻子上用的这个高光啊，大家可以看一下，真的是特别喜欢这个高光，就是和我那个迪奥的那个高光比，就是更低调，
它也是那种有 shimmer 的那种，但是更低调。它这个 bronzer 这里面也是有些许的 shimmer， 不过就不像大家想象那么夸张。然后这个刷子呢，我给大家做一下比较。我现在手上这个刷子呢是 Sigma 的 F35 号，就高光刷。这个其实它说的是高光刷，不过它有多个用处。我觉得它最好用的就是 set 那个 concealer 在这儿，然后还有就是它如果你想画那种欧美的那种，就是修容，不是修容，就是那个应该是叫什么 contour， 不是 bronzer， 就你想画那个欧美的那种 contour， 用这个特别好，因为我觉得它这个正好就是可以堵。对，在这个口这儿，你知道吗？就这个大小正好，但你如果拿它来画鼻子的高光，真的有点大，因为它就是你看比一下，能不能 focus 一下？就是这个很大吗？这个就是正好。总体来说，就是我真的特别喜欢 Charlotte Tilbury 的这个美妆品牌，即便就是当时我买的时候还挺生气，它为什么就是那么区别对待啊？就是那个。外面又有人放鞭炮，就美国现在是独立日吧，就放鞭炮特别让我想起中国的春节。然后说到哪了啊？虽然就是它区别对待我很生气，并且最近我上那个 Charlotte Tilbury 官网看，它那个 cream 版本又可以单买了，让我真的更生气。因为最开始它就说那个你要买 cream 那个版本的，你必须买它整个那个 set， 整个 set 有一个是380，有个是250，我就觉得380那个太贵了，因为它里面带了两个化妆包，那个化妆包$80，我就特别不想买。后来。我就买了这个 original 版本嘛，然后就是这个我还挺高兴的，因为看了网上就有些女生做那个 review， 就说 cream 版本的它那个有点深，适合稍微深一点肤色的人啊，像我这种白的都像白莲花的一样人真是不能用那个。总体来说就是 Charlotte Tilbury 大大的赞哦。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口红，还有这个高光，还有这个腮红，所以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因为那个 Norma Parkinson 这个系列如果卖完了，真的就卖完了，我觉得。所以大家如果喜欢这个包装，喜欢这个腮红，赶紧抢，毕竟就是你知道，这腮红膏涂上去之后，真的有一种，的感觉，你知道，就是立马感觉自己年轻了，就是那种呆呆萌萌的感觉，所以。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啦，希望大家喜欢。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给我点赞。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视频频道呢，订阅我的视频频道。我们下期视频见喽，拜拜。都有那个自己喜欢的人了，然后我们每次出去玩的时候，都是我们六个人带着自己喜欢的人，然后你落单，然后你不难过吗？然后他当时就说。然后他当时就跟我说那个